悠悠悠，多少欢多傲啊，白云的白，黑夜的黑，我和你该怎么说、风景的风，野火的火，该看就看，将错就错、飞鸟会飞，落叶会落，该做的何必再说，谁的错，爱过的人闯过的祸都是你和我，还是我的手是你的，不怕不耐只怕不了，有你有我所谓艰难不算什么，说过的话做过的梦都是种寄托、听过的风走过的路认了你和我，眼看着你手牵着我，不怕难过只怕寂寞，有你有我所谓痛苦不算什么，说过的苦熬过的也不是谁的错，我就讲，迄个乌俊卿根本就袂靠的，你都唔听话啦。好啊，听讲这哦，拢袂赴啊啦。小妹，唔通搁再哭啊，安尼对巴肚内囡仔唔好呢。俊卿都已经袂听话，我不听俊卿，内要创啥？规日话个囡仔死死就甲怪我。呸呸呸！那是老母连救出来家己的囡啦！秀梅，阿哥说的一点都没错。你出去啦！我无要听你讲话，你出去啦！别看到你啊！秀梅，你让我说句话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即马讲啥物拢无路用啊！阮台湾有一句话啦，坐牛打无困，坐某就无底困啦。某一个坐吼，就表示家庭袂好好。啊，你敢真实在爱闹到安尼龙家山体，你才甘愿？俊卿啊，你听阿哥讲一下，人讲哦，娶一个某较赢做主，娶两个某是三条命都无够咯。你若予变心离门，啊，若有一天两个冤起来，你哦连花救命都袂赴哦。豆嫂，阿哥，我实在不能不管冰心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可不能是在不管冰心。连你要误会我。若梅，我这么用心的照顾你跟孩子，为的是什么呢？我难道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、做父亲的责任吗？你爱你孙子没红仔，你爱我跟别人讲你是一个红仔，我唔care，就包括你，你以为我死去啊？你死了我也活不下去。若梅，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？你嫁给嘉庆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收到两副匾额的事吗？什么匾？梅开二度。是你送的。你现在就哭的？你今年安尼糟蹋我？原来是你送的哦，啊，你实在真妖秀呢！啊，你也明明知影讲哦，容易大巴肚结婚，迄拢厉害的。你搁加送这种病？你想讲我就好欺负是吗？哎呀，你们都误会我了。豆嫂，你记不记得落款人是什么？那也没记住，春耕夏耘了。对呀，春耕之后就是播种，夏耘就是除草灌溉。豆嫂，我所指的就是我跟若梅。我真的是很期望若梅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给生下来。就算你要跟嘉庆结婚，我也是衷心的祝福你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但是谁知道嘉庆那个人，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的爱若梅，所以我才会出来把若梅从那个狼心狗肺的人手里救出来。而后若梅取得我的信任，
现在呢，田家所有的产业都是由我来管理，这应该算是秋收吧。我说到哪去了？若梅，你跟冰心都怀了我的孩子，无论要我割舍哪一个，我都狠不下这个心啊。我不爱听，我不爱听，你把他勾啊！好，如果你们都不愿意接受冰心的话，那我叫他走。你跟我一起迁徙嘞？我会让他住在旧房子里，不过我会去照顾他。照顾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还是会去看他的。你，好啊，你去呀，你去呀，不然走哪里？你去呀！若梅。哎哎哎！阿姐坐了，这也可以呢。慢休息一下。小妹呀，你搁哭啊啦？我看吼，你归去就给冰心留下来啦。阿公，你讲啥？你爱我真像冰心。姐啊，你是咧闹翻天上，叫上门甲人公家翁婿。哎呦，你才闹翻天呐！拄则吼，大家伤过冲动，所以恐惊无去注意到一件代志。啊，恁敢无感觉讲冰心小可怪怪？迄唔呐怪啦，迄根本就无理取闹啊！我想哦，冰心伊绝对唔是一个用花嘴型的查某。阿公，现在你伫咧为外人咧？啊，你哪会甲恁阿爸同款，讲我伫咧为外人？我都对，人个手巧哦，是屈入无屈出来啦。你哦？好啊啦，我也是上门的阿公呢。我绝对无可能哦，让阮石门哦吃亏的啦。石门啊，你想看卖咧？你让冰心住喺外口，安尼俊卿哦一日到暗一定会伫喺伊遐。到最后吼，卖讲讲公家翁婿啦，恐惊哦你连翁也会无去啦。不可能，俊卿不可能安尼做。这查甫人哦真歹讲啦。亲像恁阿爸，当初时啊，若不是去日本，哪会去拄着？洪太卖少对我遮来啦！我家己哦是捌拄着这款痛苦的教训哦，我唔才会来苦劝上门。啊，你有要听我苦劝无？你家己去决定啦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让你住下来。若梅她答应让我留下来。她早晚会答应的。在若梅还没有答应之前，我还是走好了。别心，若梅已经答应要让你住下来啊。啊，老公，若梅她真的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也不是为着你，俊卿啊，若梅为着你。已经这么吞顿了，啊，这款的某吼是要去倒找，好歹吼，嘛去甲安慰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去看他。冰心啊，你老实跟我讲，你是不是过去给俊卿威胁，才会坚持讲哦要留的？你紧讲啊！你是毋是搁甲顶摆同款，啊，伫咧演戏，超过伊要气阮呢？没有，我没有在演戏。啊，你巴肚内囡仔，真正是俊卿的哦。你莫骗我啦，啊，你甲泰山这尔啊相依啊，准做讲你巴肚内囡仔是俊卿的，泰山伊嘛袂气嫌啊。我已经对不起泰山了。我不能够再强迫他一定要接受俊卿的孩子啊！啊，你是要来挖苦俊卿？你敢对得起泰山？啊，若泰山去被放出来，知影讲你带入来顶家，啊会安怎啊？冰心，你有啥物苦衷？你甲我讲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。阿好姑，
我真的是为了孩子才回到俊卿身边的。泰山他就算是会伤心，那也只是一段日子而已。与其心有芥蒂的跟着他，还不如让孩子回到他真正的父亲身边去。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想法。啊，你真正讲不通嘞！啊，你是头壳歹去是吗？我最后一摆苦劝你，你今晚若要走吼，还阁会好的。我不走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我也无什么话通讲啊。冰心小姐，这是阮小姐给我提来给你的。若梅，你约我出来是，请你离开阮店家，好不？若梅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不能离开田家的。想做不赢，你若是要爱钱，我肯靠你啊。你无所在住，我会使想办法买厝给你。就连你请阮囡仔的所费，我拢会使给你。我刚刚要求你离开阮田家，别再来破坏我跟俊卿了，好不？不行，我不能够离开，我不能离开田家的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逼我了。你讲啥？你讲我得逼你？你先做卖想看卖啊！你雄雄走来阮厝，跟我抢红色，啊，这嘛是真有礼貌，请你离开。我已经就吞顿啦，你竟然讲我得逼你？若梅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你的感受我了解。但是我真的不是要跟你抢丈夫，我求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给我安怎相信你？你敢袂记？你敢咱做伙坐三轮车时，你甲我讲过的话，这些话敢不讲你拢放袂记啊？你讲你恨你家己是一个戆查某，戆到去爱着俊去。你讲泰山对你真好，你要跟你泰山过幸福的日子。你可叫我较早把俊卿放我袂记，这下话敢讲你都放袂记啊？是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忘记。既然你无袂记，现在你讲话无算话，可别走来阮店家，敢不敢落家耍的？我不想这样子，我不想。冰心，都算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离开阮店家好不？我跟我爸都来囡仔，拢跟你过啊。若梅，你快起来！你有声音，你不要这样子。若梅，我怎么死啊？我无希望我分到来囡仔一出事，伊的老爸都去用枪走，我更加无希望我的囡仔大汉了，伊知影伊的老母甲别人查某人同过红色。冰心，你嘛真要做老母啊？你想做的袂体谅我的心情呗？我了解，我完全了解。你为了守护你的家，爱你的丈夫。我也是，我为了我爱的人，我也可以牺牲一切的，你懂吗？你从小是讲老实话啊，妹妹都写过你爱俊凯。若梅，若梅，你误会了。妈，你别个讲啊，我别个再相信你的话。妈，你小心。妈，你给我信吗？我给你上尾一摆机会，告诉你即摆离开。我亲像答应你的一切，我都会使给你。你讲啊，你到底要做唔做？我不要钱，我也不要房子，我的孩子我自己会养。但是若梅，你相信我，我留在田家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你讲你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你讲啊，你到底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？你讲啊。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
你明明就是要订阮春去门关走，你莫怪我跟你耐心我，你都莫怪我跟你跳破病。若梅，你不要再逼我，你放手啊！你抓住我，真是无法度跟你赶出去。若梅，你看我安怎对付你？生下来好吗？冰心，太深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受了什么委屈啊？没有，我是看到你太高兴了。太深，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
这么久了，怎么会身体是康几杯啦？杜嫂啊，你不要唠唠叨叨的好不好啊？现在若梅都还没有把孩子生出来，冰心出去一个晚上也还没回来，我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你这唠唠叨叨的烦死人了。在烦什么呀？我早跟他们先生，我没救。啊，你还好到冰心，你去找我嘛，上我，你两个拢死的活到麦等来。杜嫂啊。 我拼死拼活的回到田家，为的就是若梅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现在孩子快要出世了，你就诅咒我不要回来。我不回来的话，若梅以后怎么生活？好了，你不要急了，若梅她一定挺得住了。哎，对了，孩子就快出世了，应该替这个孩子取名字啊。 豆三，你就帮他取个名字吧。嗯，老爸是你在做，你该好了。啊，不，就孩子生出来是姓田的，应该由豆三你来帮他取名字。哦，你是讲叫我改好名？嗯，无了，那姓查甫的，就该号做丁千里。千里啊？我是囡仔阿公，我号做万甲，囡仔的名。 不用个塔贵阿公啊，啊万个都话都是亲啊，啊千里吼，又个比万个更加大，两全其美，啊你想啊？哎，有道理哦，真是有道理啊，豆子，你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哎，啊是讲那生查某边呢？生女的随便取个名字就好了啦，反正嫁出去就不是田家的人了。啊，你哪安尼讲？ 哦，是啊，哦，是啊，慢个子啊，就不是啊啦，没有，啊，大人囡仔嘞，老大人囡仔拢足平安的啦，是一个千金啦，哦，迄鼻目嘴哦，甲上面是同款啊，同款足清秀的啦，啊，该有该，哈哈哈哈哈，再入去看，小奶奶啊，好好好，你哦，今日入去甲看者，你稍等者，我伫咧忙互你哦，哎，正经啊，啊，唔做迄入面。 杨梅对我生产哦，起码上需要的哦，都是你啦。这还要你说啊？哎，面相那才歹看，反面无常啊，莫插你了。尊敬。杨梅，你看到曹凯了吗？ 产婆刚帮他洗完澡，白白净净的，好可爱啊！春天，嗯，我是曹静，你也是吗？怎么会呢？只要你们母女平安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，怎么会失望呢？是啊，是啊，阿妹啊，拄则我甲春天哦，伫外口在替囡仔号名，号到一半的时阵哦，恁阿哥出来讲，你生一个查某囡仔。 啊，尊敬哦，中华爷呢？是啊，阿奶奶，你好呗。嗯，还没有呢。给孩子取名字啊，要慎重的考虑。你放心吧，豆嫂呢会为她的孙女儿取一个最好的名字。嗯。高雅。哎，阿美，冰心小姐回来没有？没看到呢。 我就不相信你敢不回来。冰心啊，你跑哪去了？我等你等的都快急死了。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去哪里？你去看泰山了是不是？你不把他救出来，我当然要去看他。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救泰山出来？ 哎呀，我是在替他想办法，可是我一时之间找不到目击者和证人啊，而且我这两天忙死了。昨天晚上，若梅她肚子痛，
一直到刚才才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到现在都还没合眼呢。若梅生了，嗯，那我去看看她。哎，不用了，她都不愿意见到你把孩子生下来，你去看她做什么？若梅对我有误会，这个时候去看她，也许可以化解她对我的敌意啊。她睡了，她刚生完很累，你不要去打搅她。 我特地啊，为你做了酒娘蛋，你吃一点吧。退出去，包括什么吃？这个酒娘蛋可是我们家乡的补方哦，你坐月子吃这个，对身体是很有帮助的。来，快趁热吃了。我本想你做为门羹，退账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冰心她好心帮你坐月子，你是嫌她对你太好了是不是？我没意来加给好心。 你不是好歹啊你！你不要怪若梅，若梅一定是不习惯坐月子的补品，没关系，我拿出去就是了。退出去，弄走退出去！一天把我气出去，我把你怎么办？哎哎哎！你这是干什么啊你？放下！我被你挂出去了，你出去！试试看啊你！你去，放手！若梅还在坐月子呢，你放手啊你！ 哎，生个赔钱货有什么好拿翘的？你就把它搞下来。你意思是讲，早给那里的宝贝疼下去。本来就是这样嘛。等长大了嫁人了，我什么好处都没有，还要赔上一笔嫁妆呢。放下，早给那都出事的时阵，你可能就欢喜的，才无几工尔，为着这查某。 你跟谁长大不好用？你生孩子，我当爸爸，我当然很高兴啊。但是你对冰心不要太过分啊！你如果得罪了我，我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。你什么众生？赶快出去！最好不要变成这样。俊清，冰心，不要再讲了。你以后没事啊，别跟若梅照面。走了，走了。 好了，你不要当好人，在这边自取其辱，走了。好了，别收了，让阿美来收就行了。走走走走走。我的崽哟，今麦财产哦，苗子精神的出头，一定无好日子有咱过了。今麦搁带你走你吧，早晚了。 等下我赶出去外口做乞丐了。没有一半能做，我一定把伊赶出去。等我叹口气，我会赶紧倒转去。眼看着你手牵着我，不怕难过的破寂寞，有你有我，所谓痛苦不算什么。 冰心来啊！冰心，是啊，冰心没当来，伊叫我来看你。冰心怎么了？她为什么不能来？春天不爱回来啊。俊清。
他知道我被关起来。是啊。那为什么冰心不能来？他凭什么不让冰心来？因为冰心现在到底在田家。冰心住田家？冰心跟他住在一块？是啊，你敢不知道？不可能，冰心相亲，他跟我说张大叔把他照顾得非常好的。那你一定给你骗的啦。冰心现在在我家的，跟春金大做伙，春金说啥，他就做啥。春金叫他朋友来看你，他都不敢来看你。他一定被春金控制了，他一定用什么方法威胁冰心，冰心才不敢不听他的话。是不是受到春金的威胁？啊，不过伊拢歪讲啊，佮春金有讲有笑，好亲像感情足好个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你若不相信，你会使去问冰心啊。我煞袂记啊，即马冰心拢听春金的话，第一时间你要看到冰心，这是真困难的代志。若梅，我求你，带冰心来见我，让我问清楚他。若梅。我一定要出去，我一定要出去。臭小子，胆子可真不小，厕所的消毒水也敢喝。好了啊，回去回去。行，走。知道你被胡俊卿控制，我逃出来救你的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！冰心，我再不逃出来的话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见到你了。我正在想办法救你，你这样子莽莽撞撞逃出来，我们可能真的就一辈子没有办法见面了。你听话，你回去，你快点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带你脱离他的魔掌。胡俊卿他没有对我做什么，是我求他帮忙，请他替你做罪的吗？冰心，你不要骗我了。若梅已经跟我说，你被胡俊卿控制了。若梅，若梅都知道，这是胡俊卿的诡计。冰心，你不要再上他的当了。不对，泰山，上当的是你，是你上了若梅的当了。为什么？若梅为什么会骗我？不行了，你叫我怎么跟你解释嘛？你赶快回去自首，我想办法帮你脱罪。再晚，
冰心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怕死，就算要死，我也要跟你在一起。冰心，听话，等我回来。不要，叶山，你给我死！ 去送死！放手！我就算要死，我也要跟泰山死在一起。好，你可以跟泰山一起死，但是你不能害死你肚子里的孩子。孩子跟着我一起死，也算是为我报仇。放手！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，你要害死你的亲骨肉吗？你要做全世界上最残酷的母亲吗？ 泰山他已经走远了，他就是逃得了，你现在也追不上；他要是逃不过，你也救不了的。李琦，泰山他就是死了，他也会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，不是吗？ 去敲着人，啊，若无吼，咱就爱缀泰山去食迄无钱饭。上奇怪呢，泰山是安那要倒噶？哎，敢会要来找冰心？冰心，啊，恁泰山哦，恁来走来阮家嘛？阿哥，不关你的事啊，你少开口。嘿，啊，那无怪的代志，迄泰山是抢劫盗噶的中犯，啊，伊来阮家，敢会去牵连着大家？哎。 哎哎哎！你哪会怕人啊？你狠！你为什么要告诉泰山我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要去刺激泰山，逼他逃狱？你别变小！你干什么啊你？我冲死！我告。
到婚这辈见小查某，你现在要跟我求准去？我气给泰山，变伊倒来，目的就是要把你赶出阮田家，安怎？若梅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安尼叫做大胆？哪能伊嘞？伊亲门打好来求我安，伊安尼算啥？你以为我稀罕？我为什么要跟你抢这个畜生？是他逼我的，是他逼我要跟他住在一起的。冰心，你想叫我住口是不是？泰山现在就是死路一条了，我还怕你吗？我还要听你的使唤吗？你们听着，是他，就是他胡俊卿设计陷害泰山，让泰山被关起来的。我为了要求他帮泰山脱罪，我不得不听他的话，乖乖地留在这里。我还必须要委曲求全地替他掩饰这一切。你们如果真的希望我离开他的生命，你们就应该要尽量想办法去找出他陷害泰山的证据，把他关进牢里，而不是去逼泰山逃狱，害他走上绝路。哦，俊卿啊，你的心肝哪毒啦？冰心她是我的女人，我要她回到我的身边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，用不着你们来管。谁叫我管？你来破坏我的幸福，你生囡仔将来会来抢阮田家的财产，我要回老店阮田家，不稀罕，我全部都不稀罕。你们田家的财产，你的幸福，你要你尽管拿去。可是泰山，你可以把泰山还给我吗？我这样子委曲求全，忍气吞声，我就是要跟泰山团聚，我就是要救泰山。可是现在，你不但逼他走上绝路，你更毁了我所有的希望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都敢恨你。现在你敢尊敬我感情？你可不可以跟泰山撤回？既然你跟泰山撤回，你想怎样？你敢尊敬我囡仔？想怎？想怎？想怎？你们来破坏我的幸福？想怎？我命运都跟你拖拖呢？等我赚够钱，我的我都知道你很可憐的，既然你是為了泰山受到這麼多委屈，我都不去怪你。現在泰山已經走了，你也可以走了，我們大家算不輸贏了。你給我閉嘴啊，我不會讓冰心離開我身邊的。胡俊卿啊，你別少想要雙腳踏雙船了，沒那麼通逍遙了。你也給我閉嘴。豆子，你不要惹我。好，袂啊，我袂这样。我来求冰心，会使？我不会，我不会离开这里。我要留在这里，等泰山回来。泰山一天不回来，我一天就不会让你田若梅有好日子过。那个。你有知了？你给我出去！你这下贱的查某，你给我死出去！死出去！干什么你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好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胡俊卿，如果不希望田家从今以后鸡犬不宁，你最好赶快去把那个受害者跟目击者给我找出来翻供。
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囡仔拢会吵精神啊，啊，花大细声。阿美啊，囡仔外婆出去吃哩哩啦。乖哦，笑笑哈。好啊啦，莫搁再生气啊啦。是啊，迄代志后端就是乌俊坑啦。吼，你实在无理由甲冰心生气啦。哥哥，我无理由，伊走来抢我后生。迄是乌俊坑逼伊来的啊。是啊，啊拢嘛乌俊坑啊，对。啊，伊害泰山，啊搁逼冰心来带咱遮啊。这都袂向外人啊。好，你唔管伊走，我家己来挂啦。我都唔相信，我无法度对付伊个查某。彼只孤鸟是要飞去佗位？梦的故乡离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季？多桑天气真冷，你也家己加穿衫。但是时常思念你，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彼只孤鸟是要飞去佗位？梦的故乡离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季？多桑天气真冷，你也家己加穿衫，袂当陪伴惦在你的心。但是时常思念你。